县长的民众跟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建明反映说，台上民进党台上的人都没有人要说停扁，没有人要说司法不公。那按照蔡英文的个性，他应该就是到十点之后，他就会那个撤退了。那现在有一个青年社团，就是音社。他们也主张应该要坐下来，也主张应该要包围立法院。那这个音社的那个社长，他来跟找蔡丁贵教授，他把他的年轻人的想法告诉蔡教授。你刚刚跟教授说，你们希望也是要做到520吗？对对对。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杨志远，我是音社的社长。所以你认为说还是应该要持续到520包围立法院？对，我们的声音不能只是这样一天两天嘛，那马英九不理你嘛。对啊，我们是希望说能够让我们的声音真正让马英九听到。对。那你们有多少成员过来呢？我们现在比较早，因为刚刚才有些人会睡觉，我们守夜守了整个晚上。对，我们大概有10-12年轻人。所以等一下他们还会晚一点，他们还会再过来。对对对。那你们现在也是主张说应该要留在留到520包围立法院？对。那他们那个马英九听到的声音？没错，我们觉得蔡教授的意见非常的对。那你们会跟蔡教授这边的共同台湾联盟配合？绝对配合，对。好，谢谢你。刚刚是那个音社社长，他也主张说他希望跟蔡教授这边来做配合，然后应该要持续包围到520，然后罢免马英九，让马英九听到这个声音。那早上有听到新闻是讲说高雄昨天办的游行状况还不错，那许多独派的团体他们也开始在考虑是不是要将战线延长到520，那希望他们有进一步明确的那个，然后能够赶快到台北来支援公投护台湾人。